诸位同学，请看《菩萨问名品》。觉首菩萨记诵第三首，我们先把记诵念一遍：譬如河中水，湍流尽奔逝，个个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这首偈是比喻。那么从这首往下了一共四首偈，这四首偈是从四个比喻，地水火风。那么它的顺序呢？第一首是以水，有流注，流注就是相续相。下面一首呢是以火，火焰有起灭。第三首呢是以风。风有动作，幕后一首是一地，地有认知。那么显示法里面呢，也有四个意思。这四个意思，清凉大师一开头也给我们提示出来了，这个很难得。法中四个意思，第一个是以真妄相续，这就是这首偈子所显示的。第四首啊，是以真妄起灭，用火来做比喻。妄用以真起啊。第三首妄用一真起，这个也是起灭了，是用风来做比喻。幕后一首呢是妄为真所持，这就用地来做比喻。那么的法喻各有三义。第一个意思，为究难矣。第二呢，依所依。第三呢，为所依。这四首偈都有这三个意思。所以在第一首里面，我们从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说明。有十个意思，不相知而成流注。这十个意思，前面呢跟诸位介绍过了。佛师教导我们，在任何一个现象里面。只要你细心观察，你必然能够觉察到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真相就是体性。也就是文殊菩萨在前面所问的心性是一，从任何一个事项你都能够见到心性是一。
心性是一，是诸法实相。心性是一，是性空，就是法性，就是本无，就是圆慧。所以深照大师在《照论》里面讲的，经论上，佛说种种名相，是一桩事情，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你从许多名相里面去体会，你才能觉悟。那么这时，世尊教学的三窍方便，我们从三窍方便里面悟如真实。明了事实真相那你要问，为什么要明了呢？不明了行不行呢？不明了就叫无明，从无明生出来的知见就叫邪见，不能见性不能见性，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你的妄动的念头起灭，你决定扶不住，纵然扶住还是无明这个有少数是无想定扶住他是无明他并没觉悟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也很了不起了我们凡夫看起来这个 也很有功夫了，很有道恨了他出不了三界，寿命到了还是要往下堕落这个佛在大乘经教常讲真是谚语，所谓的是爬得高摔得重无想天跟四空天人寿命尽了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堕地狱，从最高的堕落到谷底你要为什么你要问这个话，他把他得到的这个境界误会是无上涅槃他自己认为以为他成佛了，已经证得了无上大涅槃了这是一种误会不是涅槃境界证得大涅槃，那就是不生不灭了。到寿命尽时，怎么还有生命？这个时候，他怀疑，他批评，这个诸佛如来所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到这个境界，我为什么还有生命？这个念头起来毁谤三宝谤佛谤法
由于这个罪堕地狱，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得到无想定啊，这是属于四禅境界。功夫是相当高了啊，到色界天顶了。如果不真正觉悟，往往还不如一个凡夫啊，我们人间的凡夫啊，人间凡夫遇到净宗法门，还真能成就了。善导大师的话不错，总在语言不同啊。他这个话是对于这个念佛往生人呢，是四徒三辈九品啊。他说总在语言不同啊。那我们要把它用在八万四千法门，这个话也是正确的。也是总在语言不同啊！你在末法时期，你遇到禅，遇到密，遇到教，遇到律，真正遇到善知识，一样能成就啊！不是不能成就啊！啊，末法时期。善知识少了，我们细心观察啊，细心去参究诸佛菩萨声闻圆觉，真的是大慈大悲呀！啊，众生在苦难的时候，越是苦难的时候，佛菩萨应化了越多啊！啊，他来救苦救难呐，怎么会说？没有缘呢啊，真没有缘这一句话怎么个说法呢啊，这个里头不是没有道理。末法时期众生习惯在邪法里面，在虚妄里面，于是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认假不认真。啊，习恶不习善。啊，这种现象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不难明了。现在这个时间你跟他谈正经的，很少人有反应的。你给他讲暴力，你给他讲色情，你给他讲杀盗淫妄，哎呦，他竖起耳朵来听的啊，听得很欢喜很开心啊。我们这才知道，所以众生难度啊，想起地藏菩萨经里面所说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在什么时候啊？
在末法时候，啊，刚强难瓦，啊，由于心行不善，跟一切众生呢，有意无意。广结冤业，冤家债主啊！那么招得来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心里头都是冤恨呐，都是不平呐。甚至什么呢？对父母，儿女对父母怨恨，父母对儿女怨恨，夫妻兄弟怨恨，这成什么世界？我常常讲啊，这就叫做世界末日。人生在这个环境里面多苦啊！什么原因呢？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果然了解事实真相，虽然我们是业报来受生的啊，明白之后啊，也能够转迷为悟，也能够转苦为乐。这是佛法，是世间圣贤教化的效果。可是这里头又必须要知道，你能听得进去，你接触之后能生欢喜心，这是佛经上讲的，都是过去生中有相当深厚的善根，纵然在这一生当中造作许多恶业。一接触就醒悟过来，就能忏悔，就能回头，许是善根呐、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缘但是在广大群众当中，真的这人不多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幸运呢？缘分我们真的具足了的人生遇佛法佛法当中能遇到净宗。语言殊胜呐！那遇到之后，我们信不信？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大经上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境界一现前，还是相信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经典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细心去思维，你就晓得那心没有根啊。啊，真正境界现前呢，它不管用啊。啊，心为什么没有根？了解不够彻底，所以你的信心呢会动摇。啊，说实实在在的话了，半信半疑。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我学佛这么多年，我是个过来人啊。啊，学佛前面10年、20年，都还有疑。啊，我遇的老师好啊，修学环境也还不错啊，断疑生信是真不容易。啊，我对于净宗，早年读印光法师文钞，相信了。有没有怀疑呢？有。啊，赞叹净宗，绝不毁谤净宗。啊，初学佛的时候不相信啊，认为这个净宗是世尊度了他老太婆的，啊，不是对知识分子的。啊，度了印光大师文钞之后。才算是认识净宗，啊，净宗很殊胜，很了不起，啊，可是我心里面真正向往的是教啊，李老师常说的佛法的理论呐，啊，真是妙，真是高明啊，啊，能够吸引知识分子。啊，对于净宗不怀疑了，是在《华严经》里面醒悟过来。啊，《华严》我早年讲过，没讲完，讲了一半，80页讲了一半呢，40页讲了一半。啊，断断续续10几年了。啊，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录像啊，录音都没有。啊，我们的录音是华藏图书馆成立之后，啊，美国那边的同修赞助我们，我记得好像是送了2万美金，那时候很值钱，啊，我们图书馆才买了一套视听设备。啊，有这个录像的机器，啊，所以这个图书馆称为视听图书馆，啊，华藏视听图书馆。啊，那是我出来讲经20年了，啊，20年才有个图书馆。保持这个录音啊，录像那是费用太高啊。虽然有这些机器，
我们还是不常使用，啊，可是录音呢，保存下来了。啊，当然那个时候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境界不一样啊。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对我自己的影响，对净宗法门真的相信。是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最尊敬的两位菩萨，学教的人最尊敬的。我们对于文殊普贤的尊敬，超过观音实质啊！这学教的人。那你是习气吗？看到《华严经》上所讲的，文殊普贤到最后，通通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再看到四十华严，想到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得意的门生呢，他修什么法门？文殊菩萨传他是什么法门？他自己是以什么法门成就的？这四十卷普贤菩萨行愿品，认真细读，才知道他的确传老师之法，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五十三参，第一个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啊，在八十经里面称德云比丘。教他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对不对？第一个善知识，先入为主。他接受了念佛法门，再看到最后，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我们明白了，彻实彻宗啊，就是净土法门。当中的参学广学多闻，没有动摇他自己的修学，没动摇啊！你看没参访啊，到最后一段念得离词啊，我明白了，还是老实念佛啊。参访并没有去跟他学习。只是了解，了解什么？了解是增长智慧呀，就是成就圆满的后得智。对于自己的行门没有丝毫妨碍。不是参访一个就学什么，不是的，只是了解。我这样才对净宗法门死心塌地呀！真是不容易！没有这些大经大论，显不出净土殊胜。
净土实在讲非常难讲啊。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啊，他一生讲经，他给我说最怕讲阿弥陀经啊。他在台中阿弥陀经讲过六遍啊，最难讲，最不好讲啊。我跟他老人家学过啊，一切经里面我最喜欢的弥陀经要解，弥陀经疏钞啊，对于我们现前修学最得真实利益这两种柱子，一个欧耶大师的，一个莲池大师的啊。那么在大经啊，像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诸法实相，如果能稍稍有一点体会，对我们修清净心呢大有帮助啊！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注解。昨天我们念到第十，所排与所引亦不得具，故不相知。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下去呢，是则前后互不相知啊，过无自信呐、啊。那么这是用河水做比喻啊，河水叫流水，我们讲波吧。前波不到后波，后波也不到前波，也就是前波是前波，后波是后波啊，互不相知啊，过无自信。只有如此无知无性啊，方有留住，则不留而留也。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啊，我们明明看到谁在这里留，为什么说不留？这不是我们的常识啊！啊，这个事情啊，僧肇法师看到了啊，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江河尽注而不留。”僧肇法师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的时代啊，他是罗什的弟子啊。罗什大师在中国弘法时间虽然不长，影响非常大啊。他弘法只有七年呢，他
他门下有四大弟子，僧肇是其中之一。啊，那么在中国著名的啊，道安法师，道安也是罗什的弟子。他怎么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江河尽注而不流。这时他见到实相了。我们用比喻来说，现在科学发达，用科学的仪器呀，来观察，会看到，那么现在速度最快的。喷射飞机，这是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的。我们做洲际飞行、长途的飞行，飞机在高空，1万公尺以上的高空，所谓是同温层里面飞行呐，速度1个小时飞1000公里。这差不多是标准的速度。那飞机有没有在动呢？如果我们在用这个，照相机去拍摄飞行当中的飞机你拍摄这个画面，你用500分之1秒或者是更快速度的1000分之1秒去照这个速度最快的1小时1000公里这个在飞行，你照到的画面清清楚楚，它没动啊。就这个意思。那如果说更普通的，我们讲汽车，汽车正在高速公路奔驰的时候，大概时速1个小时100多公里，通常这个速度是大概到120公里这样子。我们用这个普通照相机去照。在高速公路上一找，车没动啊。1/1秒。2/1秒。车没动。连续照5张，张张都不动啊，
清清楚楚啊，没看到他移动啊。我这些话，我不晓得同学们有没有听懂。你要没有听懂，清凉大师在前面总纲领里面跟我们说过，业是能造，啊，业是所造。心是能造，一切法从心想生。能造的心，所造的一切法，并皆宿灭。这句话重要。在高速度里头啊，不存在呀。那我们眼前头在不在呢？不在呀。我们眼前确实把这些现象看走了眼，看花了，迷在这个境界里面了，确实。没有，确实不存在。啊，《金刚经》上的句子说的是非常好，可是这个里头的境界太深了。啊，句子文字容易看的，都认识，都会念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我都能够背诵啊。可是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了，我们没体会到。我们要体会到，真正体会到啊，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确确实实，不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起心动念都没有。啊，那是什么呢？清净心现前，清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做十报庄严土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善导大师讲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四徒三辈九品，人人有份呐。说得好，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会有这么多差别呢？那就个人功夫浅深不一样。这个功夫浅深呢，与你自己见解关系太大了。啊，你是正知正见。你的功夫得力了，你的品位高啊！啊，这个正知正见是佛知佛见的，你的知见跟佛没有两样啊，也就是说，你真正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心当然清净了，你还会有念头吗？你还会有分别？你还会有执着了？没有了。啊，力妄想分别执着，
那在这个世间，真的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这个两句修学的纲领，你才真懂，你才真正能落实。啊，你对这个世间就像《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啊，度一切苦厄，啊，苦灾难全都没有了。那为什么呢？病皆宿灭。那这个时候你看万法，说万法一如，万法平等，万法没有高下。法门无有高下，诸法亦复如是啊！啊，这才真正叫入不二法门呐！啊，诸法不二啊，这是讲我们佛门八万四千法门不二。回过头来再看，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不二。啊，这样的之见，念佛功夫哪有不得力的？不但得力了，你功夫的时候，必定是节节高升呐。啊，所以一生确确实实可以取得十宝图啊！啊，古时候科学技术没发明，啊，像僧道，像这些人，看到自然现象，能够契入这个境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没话说啊！啊，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啊这些意思啊，即使体会不到啊，也靠近边缘了，得力于科学这些仪器给我们的方便。那么现在这个照相，啊，机器成本都很便宜，在半个世纪之前，啊，照相机可以说是奢侈品啊，很贵重的。现在变成是日常生活像必需品一样的，啊，价格低廉，是人手一机，啊，那我们再想想，这个手机刚刚发明的时候，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手机是在香港，在香港讲经的时候，啊，这手机刚刚发明，那个手机很笨重，很大了，啊，大概总有这么长，啊，拿在手上很笨重，啊，手机奢侈品，
那是价格贵呀，哪里像现在的手机这么小，这么便宜？啊，那个时候只有这些，这是这个商界的老板呢才用得起啊。啊，所以现在变成是一般人呢日常生活必需品。啊，不过手机我还是劝同学们，越少用越好。啊，因为它那个电波，对我们人体确实有伤害。啊，常常用啊，不知不觉的话，这个，我们的脑会受伤。啊，尽可能少用。啊，还是那个老式的电话了，带着线的，那个比较安全。啊，那么现在知道这个电波的伤害也很普遍。啊，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啊，这个时代的人常常带一些怪病，那从前人所没有的。啊，这怪病从哪来的？在我想的时候，与这一些电波有关系。啊，我不用手机，我旁边人用啊。啊，所以现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呢，如果这个电波就像水波一样，啊，我们能看得这么清楚，你就晓得现在电波是多么复杂。我们生活在这个里头，从前没有啊。啊，那么这些波动影响我们的精神，影响我们的生理，啊，所以有这些怪病啊。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我们觉悟之后要怎样去防范啊？那么这些在现在讲的是都属于养生之道那么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啊，不留二留，啊，我们从今天在这个快速，啊，快门呢，照相机快门，啊，我们照飞机，啊，我们照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能体会到，啊，确实。不动而动啊，动而不动啊，这现在还是难懂啊。是的，啊，那么要再进一步跟你讲真相呢？真相怎么？真相原本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不动而动，动而不动啊，距离没有了。啊，距离没有了，远方就在现前。啊，科学家也发现到这个事实，但是他说在某种条件之下
空间没有了。那现在我们说说这个高速啊飞行这个条件之下了，空间没有了，空间距离缩短了，还没有到，立刻就现前。现在还需要有几个小时，它才现前。就想这个道理。不但空间是假的，时间也是假的。时间是假的，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是一，一二三，三二一，那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是什么？实相啊！这个实。佛与大菩萨不思议神通境界，我们只有这个说法了。神通，佛说了，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的本能。我们的本能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丧失了。好，现在时间到了。